当百里守约啊，掏出钻金装备之后，准备好双打了吗？吞没一切。第一次开镜，锁定加罗位，一个远程，一个炮车，毛好一吸啊，那毛了。你看那个百里啊，真的上路好家伙，瞄了快半个小时啊，结果没打死啊，这太逊了。这个百里就是逊了，是吧？这，马斯克，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岩石狙？不。这个岩石狙可不一样，加罗的六级移动速度为367码每秒，血量在不抽肉装的前提下为4146滴血，百里的二技能弹道速度为2000码每秒，这个距离，这个血量，他是故意留给炮车人头的。我去了，杀人诛心呢，这是。这百里不简单，快看，他又要出手了，下枪转身360，0.2秒就锁定目标了，他出手了，中了，他中了，他捉到了，他居然真的捉到了，想不到我们的百里居然能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完成这么惊为天人的操作呀，这是后生可畏啊，后生可畏啊，你俩够了啊，那随便开一枪，你俩吹成花了都，你懂个屁，大神的操作其实只有小角色能看懂的，快看，大神又要出手了，这是。难道大神是打成一挑三吗？哎，这守约中路一挑三，开玩笑的吧？不，大神吃到控制了，吕布的一技能马上就要斩出来了，大神真的就要就此陨落了吗？不对，你快看，大神的大招已经做好了。难道大神是准备大招拉开距离，走 A 拉扯，然后 A 顺三杀吗？不愧是大神，这种操作或者是我连想都不敢想啊！就这还大神？传说一上人头的带货呀，这是。闭嘴！大神的操作其实你能评价了吗？就是，你懂什么？不。大神被里面追杀了，嗯，谁放的 BGM 啊？大神放的呗。大神这是准备操作起来了吗？必然的呀、啊！居然能在里面偷袭的一瞬间，用 A 顺大招拉开距离，这同时用借平 A 加秒二瞬狙，快看，关键时刻来了！里面手里应该还有二技能，一个位移，两个位置，大神到底会怎么选？居然在里面闪身的一瞬间完成甩狙，我的妈呀！这是人能打出来操作吗？大神，我要给你升猴子，我也要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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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差不多行了，不好，是吕布。大神的闪现还在这个位置，大神想怎么躲？我说这又躲吧，他这个血量直接上路不就可以了吗？很难说，毕竟大神的心事不是我们这些凡人能揣摩得了的。不是你们听不到我说话吗？大神居然采用了不躲啊！这难道就是传说的以不变应万变吗？这不就是吕布一闪空了吗？跟不变应万变有一毛钱关系吗？我的天哪，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我！不是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学到了！今日能有幸观摩到大神操作，三生无憾了！你们俩有完没完呐？大神这是准备站起来了吗？必须的呀！这男人的最后一秒必须要配上 BGM 啊！